拄则是手机仔落甲无电位，十二月九号六点四十六分做民调，录影落到七点四十八分，结果手机仔竟然落一点钟就无电了，就关起来，只好自动停起来，只好换另外一支手机仔来录影。阮即摆来算起来，啊，这个所在是伫高雄夜市。高雄什么夜市？高雄乐宫一德乐宫夜市啊，伫凯旋四路。人足多，安尼算起来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来算票，蔡英文几票？蔡英文几票？来看，零票，上的几票？零。啊，韩国有几票？几票？看一条街吼，几票？所以，这是十二月九号，礼拜。是凯旋四路，这个什么？一德乐宫夜市。八点四十六分，到七点，按时七点五十分，少年的，少年人啊，拢无爱投票，真正是，不管到对一个所在，不管是百货公司、大圆白，还是。嘿，新竹江还是捷运出口，还是每一个捷运出口，还是夜市少年人足多。像这顶个伫六号夜市，无人投票。不过去瑞丰夜市少年人嘛是755个无投票。长伫瑞丰夜市755个少年人经过。放到半个来投票，少年人来投票，结果呢，少年人游玩唔爱投票，到今仔日换一个所在，伫这高雄凯旋四路一德乐宫夜市，游玩无人投票，少年人无爱投票，所以是少年人唔爱投票，我已经给少年人机会啊，是你少年人唔爱投票。是你少年人家己放弃的啊！
这都是水，嗯。所以，伊讲，也是安尼。为去年1987年，少年人都要投票，就叫投票，民调电话，你看，投一票3秒钟，大选大选3秒钟，是毋是？你大选你也是顶起来，大选3秒钟，结果少年人无爱，无耐心。少年人连大捷三秒钟大作拢无爱，安尼少年人哪有可能接这民调电话？民调电话爱问足侪问题啊，爱问少年人几岁啊，住伫倒位啊，薪水一个月2万还3万啊，啊是高雄人啊，是台北人啊，啊学历啊是大学还是高中啊，这问。问遐侪问题啊，就3分钟过啊，少年人根本无耐心，根本无可能接民调电话。所以民调电话啊，电话民调拢灌水啊，想嘛知哦。而且民调各会当当，国民党的支持者的电话掠掉删除，安尼毋是做一届删除，亲像。顶个月，把国民党的支持者电话掠掉10万支，啊，这个月搁掠掉10万支，后礼拜搁掠掉10万支电话，安尼愈来愈少，安尼国民党支持者愈来愈少，安尼做这电话民调时，国民党的支持当然嘛愈来愈低，愈来愈低，这都是美感，这都是。民调电话民调的美感技术就是安尼灌注的，所以电话民调当然嘛是真的，电话民调是真的，但是做民调电话样本光碟电话拢已经掠掉，拢已经干过卡手，这都是美感，安尼你敢知？所以杨慧如、许邦坤连少年人拢唔知影。前两天记者问少年的杨慧如、许邦坤有啥物感想，结果呢？感想，结果啊，少年竟然唔知影杨慧如、许邦坤的代志，佫讲要去查证，查证你的老师啊，新闻拢已经报啊，电视拢已经报啊，结果少年人拢唔爱看新闻，唔爱看电视，若是有看电视，拢是看三立啊、民视。咧无无偌自由扭曲，无好放谣言。大家讲，韩市长、赖豪市长发大财，讲大话、空话，所以政变跳票，迄拢是民进党无好。所以少年人根本看袂到正确新闻啊，所以少年人就互民进党骗去啊。所以少年人卖阁互民进党骗去啊。啊！甲去，唔通阁互这骗子骗去，先告台湾，韩国武汉告台湾，韩国武是国防靠美国，吼、哦，国防靠美国，看到无？4月份的时阵，韩国武就已经讲国防靠美国，用孙子兵法保台湾，而且韩国武市长按做恢复。征兵制恢复征兵制，安尼台湾靠足够的国防武力对抗中共共产党，才当打败中国大陆，就是爱靠韩国武的孙子兵法、孙子兵法最厉害。你民进党敢知？你民进党根本唔知影《孙子兵法》《孙子兵法》最厉害，敢韩国会用《孙子兵法》和台湾？你敢知？所以韩国有开过台湾、和台湾、过主权、和台湾反并吞、反侵略，
黑东西很固执定，很直，所以林进东一再指明放谣言中，贡献国民党一国两制的事实，做一国两制跟共产党交割做一国两制，黑东西林进东骗人，原来是林进东骗人的，卖国好，林进东骗人，因为。在台湾做总统，权力最大，安尼靠权力。啊，若是做一国两制了，就变香港，安尼总统就无权力啊。所以空诶，戆诶，开始做这一国两制，所以民进党诶自由根本无道理啊。做台湾总统就有权力，谁会戆戆？无爱做台湾总统去做。香港的特首，迄无权利，安尼你敢知？你有偷看就知，迄是民进党咧骗人，卖阁互民进党骗。少年人爱清醒，清醒，啊，较醒，到正有志。